如果有人踩到，很容易就掉到这样的陷阱里，造成危险。因为掉以难耐，往往在冰层厚度不够情况下就开凿冰窟窿，开凿过程中造成冰面塌方的也比比皆是。钓鱼人一旦掉进水里，低温冰水浸泡，用不了多久整个身体就会动不了，如果四处无人，生还机会渺茫，也给家人寻找造成困难，想要被发现只能等到来年春暖花开时。冰钓者走在冰面上是很容易滑倒摔伤，特别是表面没有雪只有冰的时候，常在冰上走，经常会摔成骨折和脑震荡。